赵虎，有我大哥的消息吗？我二哥呢？你听我说啊，现在白狗子封山，眼下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。好，那你现在给我请点人马，跟我杀下山去。赵贺这报仇？对，你答应过我，替我出兵，给我两个哥哥报仇。嗯。 全体集合！钟司令，你总得把人马给点齐了再去打吧。光何府的团丁就好几百呢，何况还有国军三十二师啊！这就是我游击纵队的全部人马，全都齐了。齐了。全都在这儿。对。 部队全都到齐了，具体怎么打，你看着办。好，好你个赤匪钟司令，你那么大的名号，啊，手底下才这么点人。杨老师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啊，我哪知道你就这么几个人呢？ 要不，善华，你留下，等我们队伍壮大了再去打，怎么样？我还以为你钟司令有千军有万马呢。善华，来来，起来，起来。 哎，我看你呢，还是先留下来。现在呢，白匪封山，除了鸟，人怕是过不去。你还是跟着我们，等我们把队伍壮大了，队伍壮大了再跟你去打，怎么样？你以为这是两口子拖仔呀？等你把队伍扩大了，我头发不都得白了？等到什么时候？多久？ 那这样好不好？你先在我们这儿待下，等你哥有了消息以后，你再下去。你看怎么样？我现在自己走，我自己包车去。哎，山虎老乡，你走可以啊。现在白匪已经封山了，除了鸟飞得过去，恐怕人是过不去。 山虎啊，来，我看还是这样，你先留下，等有了你哥的消息以后，你再走也不迟啊。你看怎么样？走吧，队伍解散，走吧。 停！停止前进！钟司令，怎么样？ 我们的尖头班跟白匪碰上了，快撤！撤！赶快撤！你们怎么见了白匪就跑啊？你好歹几十号人呢，你跟他干一仗啊！敌强我弱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。切！你们整天东躲西藏的，我看跟万虎山的刀匪啊，也差不了多少了。从战术上讲，有类似之处，鸡蛋碰石头不划算嘛。保存实力，等队伍壮大了，再好好的跟他们打一仗。走。
就说他们追不上咱们吧。刚刚那仗明明打不赢，为什么还要搞？因为啊，我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。人民？快走！人民的军队啊，就是当人民受难时，打不赢也要打。慢点啊，红军，再坚持一下啊！红军，是红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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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红军，红军啊！老乡，有事吗？你们是不是钟司令的队伍啊？对啊，我就是钟克俭。啊，钟司令，我们要参加红军。我一家五口都被杀害了，我们要报仇。参加红军，报仇雪恨。好啊，你们都是广大受苦受难的老百姓，谁愿意受苦受难呢？谁愿意被白狗子欺负啊？愿意当红军的，就跟着我们队伍走吧。好，打起！看见了没有啊？走吧，来。原来你们的队伍就是这么壮大起来的。我来。我们的队伍啊，壮大的很快。山虎，不信你瞧瞧，咱们的队伍会越来越强大。来，我来吧。行。钟司令啊，你这么大一官，还自己抬担架？我要是司令的话，我让人给我做一滑杆，天天抬着我玩。啊，我们红军呢，没有什么官架子，官兵都是平等的，没有贵贱之分。哎，刚我听老田说，说你是有钱人家的少爷，是真的吗？哎，我不明白啊，你放着好日子不过，怎么来遭这份罪啊？啊，信仰。信仰，党，什么党？不会是何必来让我入伙的那个什么国民党吧？中国共产党。为什么要入党？为了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是全世界无产者最美好的理想境界。为了实现它，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。等以后我们建立了人人平等的苏维埃政权，工农当家作主，没有土豪，没有压迫，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社会啊！你说的像梦一样，如果真能那样，我们兄弟就不会被何家害得家破人亡了。你说的共产主义真的会有吗？会有的，只要有我们党的领导，建立工农作主，人人平等的苏维埃政权，那才是我们人生最美好的境界。